这位家长，你在报专业的时候，你不能只看一个专业的好，你也要看到一个专业的不好。比如说学医，学医是好的吗？你知道医学专业有一个话叫做劝人学医天打雷劈，为什么有这句话？因为学医成才时间较长。如果说你考研考不上，一年考不上考两年，两年考不上考三年，我见过考五年的都有考的。没办法，你想从事这个医学必须得学医，但是在中国很少有行业叫越老越吃香，医生是这样的。这位家长你要记住，好与不好不是说你上了就定的，是你未来毕业定的。你毕业是什么样真不一定。我刚才为什么给你强调，我说一个学校一个专业毕业那么多人，你上了那个河北师大，你认为最热门的专业，这40个人毕业以后就业公司一样吗？不一定。